等一下，我们出来跟几个笨蛋好好介绍一下。他们家里失火啊，都唔知被铁啥呢的，对哦。来，第一位来宾来了，来，我一起来看他逃难 visa。感谢经纪人，让我们可以偷偷潜入立冬家，只好在他洗澡时偷作怪了。所有人员注意，现在已经发生火警，请尽速往安全的方向疏散。哎，这会抓散，真是吓死哎！哎，这个真的会吓死哎，我会哭哎！叫什么叫？好贱哦！哎，脱裤男呢？行啊，妈呀！干嘛？鸡呀！他这么好过分，哎，那声音也太可怕了吧！什么意思？哎，现在是怎样？这大家都是计划，这都是计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许先跳舞。什么计划？我们想看当火灾发生的时候，你会带什么在身上？这么无聊。而且你现在穿怎样，我就要怎样镜头。这样，这样都没穿衣服呀。起码让我把我的鸡归位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。太闹了啦！现在出去了。对，那我现在要把你的东西没收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些东西我们要带回棚内。这些东西？对。可是一个本都不能看。我觉得收的鸡太可怕了。为什么不能说话？阿姐，你干嘛黏在那里？阿多田原汁原味，没错。第一时间听到那个啊，再看到那个烟呢，我真的腿软，腿软，对啊。而且你会不知道一片空白，怎么办？能拿了就拿了，哦，对，随便乱拿。哎，可是你刚收蛮久的，哈，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东西，然后突然，哎，这个东西，我还扫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扫到大热门送我金色的健康步道。哦，哇，那一定要带着。啊，这个尖叫机哦，带这干嘛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后来觉得这个有用，哎，因为我是随便拿的，然后呢，后来发现因为浓烟嘛，是是是，你可能呼吸有困难，你没有办法尖叫，你可以让大家知道你在哪里。哦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哎，求救讯号，来来来来，请专家给你分析一下，有点代替哨子的这个意味。这个是在厕所啦，因为我在厕所的毒物。熊熊的写真，这哪是熊熊？因为我没有带食物嘛，这就是我的精神粮食，男友，就是加强我的求生意志。好好，了解了解，重点问的丢了。对，里面还有带什么？这个也很好，后来发现。这个其实在火场用得到，探照灯吗？好，是吗？哎哎，这是干嘛？嗯，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道具。你带魔术呢？魔术是你吃饭的工具啊！吃饭的工具。你逃生真的带这些？哎哎，真的有打火机，但是是大的。这怎么用？这怎么用？打火机啊！真的真的用吗？哇塞！火已经够大了，火已经够大了。对，没事没事。微球除了一个炸打火机，然后一些道具啦哦。来，请我们蔡宗翰先生给我专家介绍一下。立冬遇到这个火场状况啊，就是说他洗澡洗在半的时候，外面有浓烟嘛。嘿，那这时候依据那个原则，小火快逃，浓烟关门。我们假设他要逃好了，快逃，大火就快逃嘛。浓烟的话关门 ，OK。你最好不要嘻嘻闹闹。我们一页页看一下，这个鸡基本上呢，如果你我们要逃生的话，要尽力逃生啦。如果你有力气去按这个鸡的话，你不如哨子，你不如全力的去逃。哦，如果全力去逃，就你的声音可能比这个声音还要再更大声。对，这个东西的话会浪费你的力气。吉祥物，其他的纪念品啊、酒啊之类的，它都没有办法保护你在火场之中能够存活下来。这个也不行。
这个有困难，有困难，因为它的光线太暗，太微弱，太微弱了。在浓烟里面的话，其实也是看不到的。OK， 所以带的这些东西适合坐哪个位置？大概可能先投胎。投胎，直接要投胎了，这么暗的，滚去投胎，来去做去做。哎，来来，哎，带一条浴巾就来上上通告。我给我穿内裤，像花嘛呢？到底是什么？好，第二一位，一起来看看逃难秘下来啦。明天要整 A 啦，他现在不在房间，我趁他出门空档，我赶快来架摄影机。我跟你讲，为了要整 A 啦，就是发生火灾要真实一点，我特别准备这个喷烟机，超厉害的哦，敬请期待。工作人员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哎，太可怕了，这个又好大哦，太可怕了。外面火灾，你赶快整理东西，快点快点，赶快整理东西，外面火灾也很大，你赶快整理东西，我要去整理我东西，快！哇靠！哇，好可怕哦，我的妈！他还在说行李箱，对，行李箱要拿出来。林俊宏变成卢广仲啊！好，先交给工作人员啊。那我们红再见。OK 啦，逃难进场喽！欢迎。那还要爬上去？好，这个一定要打，一定要来来来，狗狗狗狗。这个形象太大了吧？哦，你在干嘛？想出国玩，没有没有，想说如果到时候火灾太大，那这也太大了吧？太大啊！打开打开来，哎哦哎，不是啊，装那么少，那你装那么大一些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最主要这个空间是要装它。哎，你这只这个贵宾怎么长得像鹿啊？哎，真的有点像鹿。那你带这个东西要干嘛？我带这个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脸有去整形，然后想说到时候如果真的烧伤毁容的话，叫医生帮我重建的。因为太危险了这样。哦，那这个是之前胸部有那个假体，对，想说如果这个烧坏了，可以再塞回一次。你真的想很多，哎，可以做梦。休息休息哦，啊，包包没什么东西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哎，那个化妆包，化妆，你这威胁厨啊，你个炸化妆包，我细胶。你在收这些东西啊？你真心的在收这个？还有一个就是旧手机。我想你已经无言了，对不对？无言这些东西。刚刚小姨拉那个场景是就是家里面嘛，已经有发生那个浓烟了，所以这时候再跑到家里面可能起火，那还要尽速逃生。对，但以逃生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刚刚讲里面的这个，因为他随身旁边有旧随身包。那里面有手机嘛？那宠物狗的话，因为跟我们人的感情很近嘛，所以当下如果逃生的话，我就拿你随身包里面有手机，再加上狗狗就够带走就好了。依照他这样要做什么地方？因为他已经算是有，他算跑得比较慢一点啊，但我觉得应该有点危险。他有尿，还有尿那个，大概差点就GG了，我们才GG。